墨子怡坐在我右手边，然后我就因为他是影帝啊，我又很注重他讲的每一句话，他居然跟我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很佩服你演的戏，这次一定是你得奖。”哎，我就把他当真了，我信心死了。然后主持人也是，我六个二年的，我另外一个告诉我，一直跟我讲的不是真心话的。哎，我本来我跟你讲，你安尼对待我，不是？结果我后来发现，原来那些都是场面话。所以真心话跟场面话要分清楚，所以我坐在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蛮忐忑的，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，其实我认真讲，最虐心的应该是昌宪，因为我看到你在那边念着别人的名字的时候，我觉得情何以堪。你要不要讲一下？不是，说实在，不要逼我，没有啦，其实说不出来，没人信，信不信？恭喜谁啊？我今天哭不出来，你买我马里奥啦！啊，对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能上台、能入围，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。但是我觉得真的要我揭晓那个奖，是有一点点残忍。真的很残忍，因为他们大家都戴着口罩啊。虽然我真的是真心的要祝福对方，但是我又紧张，后来又是颁给别人的时候，就是有点不自在。就是我是很，你说，我跟你讲一句，你一定要回去看重播。你喷完了摇唇药之后，你那个脸哦，没有，你们让他重播，那脸上有极度的难受，那个是难受，因为真的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表情了，因为其实我是很真心的要祝福他，但是就是感觉又很难有，因为站在他正后方，啊我想说，我真的觉得你表现很好，我已经还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棒，好不好？表情管理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觉得你很棒，太好了。好吗？我讲完，感受大家开心了吧？